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几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了，今次跟大家介绍呢这个疗剂呢，英文叫做 Tellurium 是一种金属，我中文叫做铊，石字边一个铊，我想相对马蹄的铊。Tellurium 这个铊呢，这个金属铊，这个疗剂呢在应用的地方呢，最主要呢就是应用一些脊椎的问题，腰椎的问题，尤其是呢在我叫 sacroiliac 那个底下骨 的问题，那个坐骨神经 的疗剂，还有呢是那个盘骨走位，盘骨突出来。所以呢所有的任何的伤到脊椎或者盘骨呢，这个疗剂是 Tellurium。 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整个脊椎呢是非常之敏感的，即是你不可以碰它的，它不会让你 去检查的，一检查呢它觉得哇好痛好痛的，嗨都不嗨得的。同埋呢你更加不可以 做按摩的，即是它这些腰背痛呢，总之你不会碰它的，因为你碰伤它觉得好痛好痛的，嗨一嗨都不得的。咁呢咁呢种痛呢有时候好尖锐呢，射痛啦，好似电竹咁样痛嘅。咁好多时候呢会喺我哋胸椎第五到第七之间，咁亦都会喺我哋嗰个 sacroiliac 嗰个底下骨嗰个关节嘅。咁呢种嘅嗰种坐骨神经痛呢係痛到呢，即当然呢正一般嘅坐骨神经痛呢，就嗰个痛呢就由嗰个后腿一直咁延伸落去嘅。咁而呢种嘅神经痛呢，除咗係痛得好犀利好极端，掂都唔掂得呢，同埋呢觉得呢嗰个膝头后面啊，膝头关节嘅后面呢，好似一种好掹住嗰种嘅不适嘅。咁同埋呢佢会觉得呢嗰种痛呢係一点嘅，喺个脊椎位嗰度呢係某一点呢佢就好痛好痛嘅，一点嘅位置。咁有一种抽缩，尤其是呢嗰个膝头后面
后室嗰个地方咧，好似咧嗰啲嘢收紧收紧，啊，呢个就其中一个应用嘅地方。啊，第二个我用我个用过嘅地方咧，就系有啲嗰个叫做环线吓 ，ringworm 疱疹嘅环线。咁而呢种嘅环线咧系。这个体亦都是一个应用到的地方来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身体的孔道，譬如耳仔呢，是分泌一些很鱼腥臭 的味道。鱼腥臭，即是个味道很强烈的。这个呢亦都是一个那个金属体这个疗剂应用 的地方。还有一个Ken 同我疗法医生 Ken 曾经去记录嘅有一宗咧，就有一个人咧系头部受伤嘅，咁唯一一个症状咧就系咧嗰个耳仔咧流出嗰啲咧嗰啲脊椎脑脊椎嗰啲液体流出嚟嘅，咁根据呢个症状咧，佢就Dr. Ken 咧就用呢个疗剂就处理咗呢个嘅问题嘅。OK， 咁所以咧睇咧系一个。即是需要的时候是非常之好用的。咁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用在一些汗味啦，汗味好强啦，或者呢是那些我叫做 barber's itch， 即是那些胡须那些地方好痕的，就出现这些这样的皮肤的问题，叫 barber's itch， 即是总之胡须的范围呢是痕得很厉害的。Okay?Terrarium 亦都一个好好用嘅疗剂嚟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